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累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了，出门收到他耐心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了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为什么付出那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，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，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，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哒啦哩哒啦啦啦啦啦。求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其他啦。嘿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太短小啦。大树啊，矮矮的树啊，难道就这惩罚掉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用恋爱东西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